嘟嘟哒，嘟嘟嘟嘟嘟嘟哒，用声音导航，重新出发，撒卡拉朝圣之旅。今天我们终于都出发呢，起程去到山卡拉朝圣之旅了。是的，上次讲过就去西班牙嘛。是啊，是就是打听众朋友听西班牙不是山卡拉啫，但我就去了啲西班牙的山卡拉的地方了。啊，你又讲得啱喎。嗱，当你讲西班牙咧，我即刻谂食嘢啦 ，tapas 啦，会谂起行街啦。咁但是西班牙其实山卡拉的地区，你究竟去咗边一度咧？嗱，听众如果去过西班牙的话咧。咁我就係飛去巴塞隆拿嘅，巴塞隆拿嘅，咁就喺西班牙嘅大約我諗東北邊啦，一個城市好出名的城市啦，大家可能好多人去過。咁但係我咧一落機第一件事就係離開呢個城市。哎呀，即刻出走。係啦，即係啲大景點啊，全部唔去，咁就即刻租車就離開啦，咁樣啦。哦 ，OK， 租車離開即係自己揸車咯喎。係啊，係啊，咁其實租車都搞一輪咁，都係即係開始覺得哇有啲阻滯喎，即係租車最搞笑就係初頭去俾架車我就係俾棍波。我唔识揸棍波噶，咁点算啊？咁最尾都揾个自动波咯。哦，但系嗰时咧，其实我有啲紧张啊。点解咧？因为咧，欧洲啲圣堂咧，好多时候多数晏昼都要瞓晏觉嘅。咦，系喂，我中意啊！喂，真系即系晏昼眠一眠咧，真系会人都醒好多噶。系啦，咁咧就啲圣堂咧，下昼要闩一闩门咁样嘅。哦，咁即系你啱啱去到就閘住，去到就系大约我谂11点钟到啦，我要赶去个地方，咁我觉得哇，你要快啲俾到架车我，如果唔系就赶唔切去圣堂闩门噶咯噃，咁样少少开始懵咁嘅感觉嘅。系，即系一离开城市第一步就已经有啲阻滞啦，就赶时间。咁其实你今日带我哋去第一个地方喺边度？第一个地方咧就叫 Manresa。Manresa 系啦，咁呢个咧地方就出名就系乜嘢呢？天主教会一个圣人叫圣伊纳爵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耶稣会的创办人，是你听过他啊？是很出名，很出名，他很多神修啊，或者退省的。其实呢今次我这个旅程呢就是几多地方都是跟着他去行的。哦，那今天第一天尤其是，为什么呢？他其实就去了一个地方呢都挺出名的，可能大家听过就是 Mount Surat。哎，嗱，这个我有印象，你去过？我看过相，看过相，是的。是有趣地咧，今次咧我系冇去呢个地方嘅。啊，因为唔够山，因为山卡拉嘛，话明系咪先？即系呢个太出名啦，所以你我就唔去嘅啫。咁但系咧，点样讲翻 Mount Surat 就系圣伊纳爵咧，本来一个士兵啦，后屘就有一个转化嘅，要改变个生活，我要跟随天主咁样。咁佢咧就走咗去呢个 Mount Surat 度咧，放低咗把剑啊，俾圣徒。系啦，去完 Mount Surat 之后咧，其实佢就慢慢行去头先我提过嘅地方，就系 Manresa 嘅地方。喂，但系行去啊，我睇个相咧 ，Mount Surat 系真系荒山野，即系好山路山嚟噶、哦。我就第一谂一样嘢啦，哇！今时今日坐架好舒适嘅车又揸揸揸揸咁，想当年圣伊纳爵咧就系行咁样，咁我就好 luxury 地咧就系揸车去行过嘅地方嘅。哇，咁你揸车即其实系经过咗 Mount Surat 就追随住圣伊纳爵嘅步伐，咁你就揸车啦，想当年就佢就行路啦，系咪跟住佢嗰条路走啊？我相信系应该系同一条路，因为其实最直接就系嗰条路。其实我当时揸车都谂紧，想当年去谂紧啲乜嘢咧，尝试代入嗰个心态入边都谂下啊，想当年佢而家决定啦，我要去跟随天主，我要去圣地，即系嗰时佢咁谂啦。我谂我去呢个朝圣之前都谂系想求天主啦，话我有个改变，系啦，希望我去完翻嚟唔同咗，即系唔系肥咗瘦咗嗰啲，即系心理上、神修上唔同咗。咁我都当时都祈求呢个旅程之后有个转化。咁我谂就回应翻你上次讲咧，朝圣嘅目的啊，同埋个目标啊，就系你一开始呢个旅程嘅时候咧，其实系有一个 intention。就想有一个转化，咁喂，但系讲下你揸车之后，你太太坐你隔篱，讲下条山路究竟系咩环境啊？哦，嗰次 OK 嘅，咁其实佢经过山脚啫，咁嗰条路咧跟住条河咁行嘅，
揸车咧就好快到嘅啫，揸车大约我谂半个钟九个字离开 Mount Sorel 咧就到 Manresa 噶啦。哦 ，OK， 咁你嗱、我未去过 Manresa， 讲下 Manresa 系一个咩地方？其实 Manresa 系一个即系唔算大城市啦，即系一个中型嘅城市，都 develop 噶啦。去到嘅感觉就系比较静，嗰、那个可能我礼拜日嗰日系，不过咧我系想去第一间圣堂，就系嗰个主教座堂嘅 Cathedral。嗯哼，写到明佢一点钟闩门嘅，系我十二点零去到。唔得啦，瞓咗晏觉啦，系咪啊？已经闩咗门啦，真系。系啊，我都话，所以早 nap 啊。我即系可以话第一个到嘅地方就出事啦。哎呀，摸门钉就摸门钉。咁我觉得啊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即系有时我谂就系好多嘢你想象唔到，即系就算嗰个写明一点钟闩门，但佢都冇开门。唔系嘅，我知道咧，即系欧洲嘅时间观念咧系比较自由弹性处理噶嘛，会唔会啊？系可能系啦，可能我嘅时间唔同啦，系咪先？咁就真係呢、這個就錯失咗第一個地方，但係當然呢個主教座堂係好有歷史價值啦。但係就點講咧，同聖伊納爵嘅關係就唔係話超大，咁就 OK 嘅。咁、我跟住嗰個景點就係最緊要啦，就係、去繼續上路去聖伊納爵嗰個有個山洞啊。其實而家已經變間聖堂噶啦。哦，誒、我知識又比較貧乏啦。聖伊納爵其實係咩年代嘅人嚟嘅？係咪古代人啦、現代人啦？聖伊納爵咧就係十五世紀人啦。哦 ，OK， 即係唔係話好，唔係好耐又唔係話真係好近啦。但係嗰陣時冇車揸啦，肯定。梗係冇啦。係咯，要行路啦。當然啦，係啦。咁俾少歷史，即係佢係一個有錢人嚟。哦，係啊，有錢仔。住城堡嘅，喺個旅程當中都會去佢個城堡嘅，但係今集唔講住嚇，要賣關子先。好好好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去咗去個山洞。嗯。呢個山洞好有趣，因為本來頭先咪提過去 Mount Sorel 嘅。係啊。咁佢本來諗住啊，經過下 Manresa 待一陣啦咁樣。嗯。几日啦，顶笼有咩睇啊？嗰度其实系一条佢好靓嘅河，好舒服嘅，好静嘅感觉。嗯，佢去即系谂住做啲嘢就走噶啦。吓，几日嘅啫？有咩奇遇？你把声似系有奇遇。佢 end up 喺嗰度十个月。哦，本来三日变咗十个月，点解咧？就系喺嗰度咧感受到好深天主俾好多启发啦。嗯，咁喺个真系嗰个山洞度咧，根本上过一个好刻苦嘅生活啦，即系。哇！真系好似闭关咁，系啦，就系啱啦，就系、是、面壁思过闭关，就系闭关。咁佢透过好多方面反省啊，即系天主俾佢个启发咧，就写咗个好紧要嘅著作喺嗰度嘅。哦，系啦，所以就呢个位可以话都系一个，如果真系你学习圣伊納爵神修咧，好多人都去呢个地方去学习，因为呢个位就系嗰个中心。哦，即系真系好似有个灯泡响头上面叮一声，呢、這个位就系最佢个启蒙嘅地方。即我同我太太后尾好搞笑，我系完嗰个 trip 之后问翻佢，记唔记得嗰个山洞？佢话山洞山洞，佢其实唔记得咗点嘅样。我慢慢提翻佢，当然记得啦。但系因为咧，佢起得好特别嘅，个圣堂你普通嘅圣堂行去啦，咁你行到侧根咧，系无啦啦行一条山路落少楼梯级咧，见翻啲石头嘅侧根嘅，喺依住个山洞起出嚟圣堂。当年圣伊納爵个山洞咧，而家系仲变咗个细嘅小圣堂咯，有晒跪等喺度，有晒成嘅。哦，睇翻佢原本嗰个山洞嗰个面貌，冇错啦。哎，呢个好特别啊，好特色啊。咁你去到呢个山洞有啲咩感觉？其实嗰刻觉得好，真系好，可以话好沉重。点解觉得哇？喺呢个地方可以，因为我睇过少少圣伊納爵，即系佢嗰度写嘅嘢啦。即系我觉得天主可以俾到咁大嘅即系启发俾圣伊納爵呢个人，即系我都好渴求。同一样嘢，即系我都觉得哇，一个咁嘅地方，好似天主突然间好似倒紧啲落嚟个头嗰度咁样，即系我都想同一个感觉，但系当时就觉得系即系好想同一份嘅恩宠咯。哇，咁啊，咁你天主有冇倒到啲咩落你个头度？当然啦，就倒咗呢个节目出嚟，系系、哦，可能就系咁，因为啲短短嘅时间，咁就系唔会谂到啲好特别嘅嘢啦。系咪？我等紧你嘅著作噶，其实系咪啊？可能可以试下，但系即系当时有好开心嘅感觉，亦都去到个地方，反而就系奇妙就系第二样嘢啦。系去行出圣堂嗰刻，有嘢倒落嚟啊！其实唔怀疑入圣堂嗰时，咁我入行去咁都正常你。你咁行前边搵个山洞，咁梗系向前望噶啦。出翻嚟嗰时咧。原来圣堂行出嚟嗰刻直望咧，成个掹水仔喺前边。哦，咁就喺呢刻我就影咗张相。哎，系咪你今日带嚟呢一张？系啦。哇，嗱，我睇到咧系远处睇到个山。系啦。咁原来系 Montserrat 嗰度系 Montserrat。咁但系你企响个位咧，就系响山洞，系就整咗山洞圣堂，当然而家圣堂啦，就系个门口咯。咁即系想当年圣伊納爵望出个山洞，就系、是、见到呢个 feel。我就系 exactly 就谂到你谂嘅嘢，我就话
哇！依、這个景圣婴入水，当年 exactly 就系觉得我喺掹水摆咗咗把剑，而家嚟到我日日就望住呢个景。哇！因为当然你望其他就而家有啲楼喺度，咁嗰啲唔关事啊。系我圣婴入水想当年系望到，哇！依、這个就系我可以话决定个地方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个好大转化的地方。而家嚟到呢个位置，我就而家真系再慢慢反省翻，究竟跟住做咩呢，你明唔明？嗰、刻嗰个重点喺度。哇！好震撼、啊。系啊，所以我就一定影咗张相。我话呢个位置，我觉得。回想翻你当日点解会相信呢样嘢？咁、你真系谂下啊，其实天主想你继续点行埋呢个余生咧，即系跟住你点做咧？嗱，我听到个感觉咧、就系、是，即系你行上呢一个朝圣嘅旅程啦。第一站俾你好重嘅感觉就系我信啊，同埋我睇到啊。是啊是啊，即嗰个画面我觉得好得，因为最搞笑就系头先我唔 realize 咁啊，行去嗰时候行去啦，出翻嚟，咦？原来后面这个景就是这样的，这么震撼的景。哦，有时候呢我们是很努力地向前行向前向前行。但是呢有时候或者停一停退下来退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景象呢才是 最震撼还有最有意思。这个 Paul 怎样可以看到你这张漂亮的照片？咁我就会将呢张相咧就 post 喺我哋生命恩泉嘅 Facebook page 度噶啦。咁如果大家未即系 like 我哋咧，或者系揾唔到我哋，就上 Facebook 啦，就 search 生命恩泉或者 Fountain of Love and Life 就会揾到噶啦。系啊，因为嗱我睇到啦，觉得好精彩，希望你都有机会去到网上睇到呢张相。咁知道有相睇啦，今日咧第一集嘅旅程咧，真系行程好丰富啊！知道你点样开始咗租车啊，之后经过咗 Montserrat 啊，之后咧就行住圣依纳爵嘅路咧，就去到佢嘅山洞，即系个启发咗去好多著作嘅山洞。咁我哋跟随咗你啦，睇过唔同嘅地方，有 image 啦，咁有冇 sound 啊 ？Paul？咁我去到 Marissa 呢个地方，谂起圣依纳爵呢个故仔啦。咁我记起《醒觉》呢首歌。哦，《The Way CD》嘅《醒觉》。系啦，《醒觉》呢首歌就讲翻就系一个人去即系谂翻起，即系醒觉翻天主应该想我做啲乜嘢。咁其实就好似圣依纳爵当年喺个河边呢个山洞嗰度经历嘅嘢咯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阿坡专登为我哋拣嘅《醒觉》。身处幻变的空间，人不懂得停下。在这刻和这处，是有主亲爱的足印。若你懂得欣赏，即使有浪涛和狂雨，若有主在旁，就算苦，亦觉得很美。醒觉是我的宗旨，能活于这刻最好。善用我每一天，就算终此生都不悔。用我赤子之心，以爱将真挚蔓延传播。这世界原来是这样美好。每一天都是新开始，每个挑战都是感恩之始。我从不放弃，从不叹气，是我存在意思。何必心不执着，世上事，再为忧心顾虑，活得欣喜。我从不会后悔，是这生中献给你。
身处幻变的空间，人不懂得停下。在这刻和这处，是有主亲爱的足印。若你懂得欣赏，即使有浪涛和狂雨，若有主在旁，就算苦亦觉得很美。醒觉是我的宗旨，能活于这刻最好。善用我每一天，就算终此生都不悔。用我赤子之心，以爱将真挚蔓延传播。这世界原来是这样美好。我从不放弃，从不叹气，是我存在意思。我决心不执着世上事，在为忧伤顾虑活得欣喜。我从不会后悔，是这生早献给你。每一天都是新开始，每个挑战都是感恩之始。我从不放弃，从不叹气，是我存在意思。我决心不执着世上事，再不忧心顾虑活得欣喜。我从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，是这生早献给你。呢一集阿波带咗我哋去 Marissa， 跟随住圣依纳爵嘅足迹。而下一集阿波将会带我哋去一个显示到圣母百变形象嘅展览。记住黐住山卡拉朝圣之旅啦！